主料：茄子4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蒜、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茄子切成10厘米左右的段，在蒸锅上蒸8分钟左右，可以用筷子轻轻捅一下。如果很容易插进去，就说明熟了。蒸好后用手撕成小条，将蒜葱切成末，锅中放油，将姜蒜末小火爆香，调入适量食盐混合均匀。调好的料倒入茄子，用筷子轻轻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这道菜也可以根据自己口味调整，加入香菜、醋或者香油等拌匀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